是周定伟，接下来介绍他的好朋友。感觉会比第一张
较好，也是很难说。哦，为什么说很难说？啊，为什么说很难说？因为是这样啊。他就是非常坚持，对自己的所做的任何事情当中很愿意、很清楚为大家做交代。但是，看着同学正在努力做专辑，基本上是很难出来做通告，因为要把时间留在录音室。但今天又加了，要把掌声再送给林宥嘉，真的谢谢他来，真的谢谢他。其实说唱校园的感觉特别有感受，是因为他跟你之间的共鸣，那种感受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。你他们就喜欢哥哥你爱在舞台上做的表演。唱校园哦，感觉很直接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觉得很受欢迎的时候就很受欢迎，但是如果有时候有自卑的感觉的时候，就会更强烈。真的吗？今天我们会让林宥嘉感觉自卑，一定是感觉热情斗队。呀，谢谢，谁让每个歌手都是这样子？呀，确实。呀，当然，我们特别是针对开南今天举办的毕业的演唱会，有没有什么话特别要送给毕业的同学，跟他们讲几句话？毕业，大家应该都是为了工作烦恼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知道以后要养活自己，但是又要很想唱歌，又很想要做音乐有关的东西，所以现在就踏进来这个。但是现在在就是祝福大家以后毕业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出路。是，或许有些人准备想要深造，有些人准备结婚生子啊，都有可能啊。我们就祝福他毕业之后做事情都能如他们所愿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更如大家所愿的是，可以在听你为我们带来好歌，好不好？都唱这首歌了，第一首是叫《爱情是缘分》。耶，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再一次掌声，让我们欢迎宥嘉。